我勒个去！不知道，好像啊！我靠！我靠！我操！我操！不是哥们，哇靠！谁在渡劫呀？我的天！我靠！我这龙卷风的威力太大了，这么粗的树直接连根拔起啊！犀利咧！第一級颶風，從來未見過。全部倒了。走，快點，快點，快點啊！點解啊？全部冧埋喺床房，傷死咁樣嘅，傷亡好多人啦，傷亡好多人啦，啲車救都救唔切啦，啲救護車啊，全成嘅梁山路都係救護車啊！帶你們看看光明村，恐怖如斯。什么叫台风？哇！人生第一次。货车都给你掀翻。哇，这个木头好漂亮啊，水上结果好漂亮啊。十年的老树都在他面前不值一提。这一关就好了，还有前面一点点呢，如果没什么事故，我们在楼上我就看到了，这里全是这样的，真的是太恐怖了。哎，你还有手机啊？掉在这啊，掉在这，我就说我拿着的。
不回去。完了，饭堂没了，这狗差点就死了，电动车全部倒下来，全部倒了，所有的铁皮房全部倒了，路也被堵住了，只剩个框架了。什么都没有了，整个村一片狼藉啊！哎呀，好犀利啊！个龙卷风啊！什么都没有。没了没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整个村都没有了。好多朋友说不相信广州这边下冰雹，来给你们看一下，昨天增城区朱村这里下冰雹，朱村的菜市场已经变成星空顶了，毫不夸张啊、哦、来给大家实拍一下被龙卷风袭击过的地方，一片狼藉啊，这么大的货车都被龙卷风刮翻了，你能信吗？是啊，不知道是不是刮翻了，这么大呀，地上流的到处都是油啊，这个不确定是不是龙卷风干的，但是看这个痕迹有点像。这么大的树连根拔起啊，这边是光明村，这些厂房都被刮倒了，这些铁皮只能清掉卖废品了，铁皮房我看新闻说摧毁了100多家呀，这一路上都是被吹倒的铁皮房，这些收废品的有的忙了，你看全部都在收这个铁皮，拆除，估计今天他们有的拉了。广州最近的天气特别烦人啊，下雨都下了快一个月了，未来15天还全是雨。这里好多挖掘机啊，这里就有信号了，有个信号车在这里，全都刮倒了，这些车都是被砸的，你看这个体育广场各种受损车辆，排排全部刮倒，喇叭筒都刮倒了，看一下那个电线上刮的都是铁皮啊，可能已经没有电了，这边发电机都在响。受损最严重的就是这种铁皮建筑啊，人说昨天下午的广州就像世界末日，一点也不夸张啊，狂风暴雨加冰雹加龙卷风，这人都很奇怪，这一间瓦房为什么没有问题，其实我看到上面的瓦也被掀了一些啊，可能这个路径没从这里过啊，但是又离这么近，这边就很多都被刮倒了，这个亚洲龙嘛，玻璃也被砸烂了。2024年4月28日北京时间10:20。
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，下雪厚度为实时测量，这是一个15厘米的尺子。饿了，没影了，这还是浅的地方，深的地方估计得有30厘米。河北省承德市围场县塞罕坝机械林场，这里是河北承德围场塞罕坝啊，6:26，现在是今天是4月28号，真的假的？你看我这走道咋走呢？扑腾扑腾的，哎呀，这是雪深，走道还挺累的很。大家好，我是张东子，今天是4月28号，这里是乌兰布统，今天这里又迎来了一场大雪。看着车上的雪，现在足足的有30公分的厚度。看外面白茫茫的一片，哎呀，这雪太大了，现在这雪还在下，今天明天都有大雪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6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9蒸9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9蒸9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。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